流亡印度60年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传出胸部疼痛入院治疗，一名发言人证实达赖喇嘛只是轻微咳嗽，目前情况稳定，需要休息几天。这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，83岁高龄的达赖喇嘛日前准备飞往新德里时，因为轻微咳嗽才会到医院治疗，病情并不严重，无需担心。